亲爱的好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夏天到了，常常我们都很想要喝一点冰品，可是我们担心在外面的冰品加了很多的糖，或是里面有一些并不是让我们很安心的成分。那现在兰花姐姐就来跟大家示范我怎么喝美乐家营养好喝的冰品，喝得健康还要口感很好，这是我的分享，希望您也喜欢。首先我为您示范的第一杯饮品是美乐家活力保鲜饮品。活力保鲜里面蕴含了丰富的膳食纤维，一杯里面就有13克的膳食纤维，再加上凤梨本身所含的酵素以及膳食纤维，那更是分量充足，已经帮您一天所需要的膳食纤维补充了大半以上咯。以下是兰花姐姐制作的过程以及方式，我们一起来欣赏。膳食纤维好喝的活力保鲜加上果汁的一个高纤饮品，我们不但要营养而且要好喝。这就是我们事先制作好的凤梨冰块，用一个果汁机放好，里面加一点点的水就好了。这是我跟玉静姐妹买的有机柠檬，把它对切，看你需要的，喜欢酸一点还是淡一点。现在把柠檬挤进去，柠檬汁挤进去原来的果汁机里面，跟凤梨在一起。卫生署建议我们一天最好要摄取30克的膳食纤维。这是美乐家活力保鲜饮品，每一个分量里面富含了丰富的各样维生素以及膳食纤维13克。如果您非常不希望有糖的成分，您也可以选择无糖配方，会更适合您的口感以及需要哦。然后我们就把活力保鲜饮品的粉倒进去，跟刚才的凤梨冰块以及柠檬汁加在一起，用盖过凤梨冰的这个水分先打碎，以后再加冷开水把它打成一杯果汁。第一次的水量不要太多，才方便把凤梨冰打碎。水果泥，我们再加冷开水，加多一点。您可以将水量加到350cc 或者是500cc， 这样的浓度以及甜度、口感都是你个人的需要而定，您可以自由选择搭配水的分量。出来的果汁非常的细致，泡泡看起来很绵密，来，让我们来喝喝看。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相信您看到底下的水果，您都会很想喜欢去喝它或者是吃它。如果我们善于搭配美乐家营养丰富的饮品，加上您所爱吃的水果，做成冰品，相信在这很炎热的夏天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事情。您可以试试看以下的各种配方，如果您有不了解的地方，
您可以打电话给我，或者是私讯给我。这里面包含了六样以上的美乐家饮品，有蛋白质的饮品，有高纤的饮品，那么都是我们身体非常需要的，也蕴含了各种的维生素以及矿物质、酵素等等，加上这些美味的水果，变化至少超过20种以上，相信您会非常喜欢喝，也祝您在夏天里喝得愉快又健康。我们下回再见，兰花姐姐愿上帝祝福您健康、平安、喜乐。